这几个细节你再盯一下啊。教练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啊，不要用这么乖脸一直看我，我不习惯。星星，你爸妈不是希望你退出篮球队吗？你今天这样来练球，真的没有关系。教练，你现在在怀疑我对篮球队的爱与对你的尊敬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教练。 星星说过，他成为一天会当上你的职位，然后残忍的操练你的小孩。你记得很清楚。嗯，他说。大猩猩，我操练你，你要拿我小孩报仇，你真的是。教练。喂。所以你真的不用担心，你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你的孩子什么时候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，如何成为我的学生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先回去上课喽。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认真是要问你，星星。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爸为什么那么排斥你念体育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。那没关系，我来主动出击说服他好了。教练，他，拜托你不要有这种想法。我爸真的很难被说服。我为什么真的要说三次？因为他真的很重要。 哦，好。那也许我换个方式。哎呦，你千万不要有其他想法，我们把它全部都丢掉。啊，我拜托你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啊，好，你冷静点。太夸张了，我答应你不会轻举妄动的。 红茶无糖去冰。忙到一半，居然有好喝的红茶可以喝，当球精也太幸福了吧！俊，球精这么累的工作你都肯做，而且不怕脏的直接坐地上。 你的外表跟你的个性真的不太一样哎。其实我是为了接近你才来当球精的好吗？那是因为我看了漫画，觉得篮球队太热血了吧。可是我体育不好，所以只能当经理来感受一下那种感觉。那你的热情很快就会被消磨掉喽。 到时候可不要跟我们说想要退出。我才不会退出嘞，我一定会努力当好球精这个工作。球精这个工作，我想不到你这么有热忱。这个工作还有免费的红茶可以喝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 其实我来找你，是想要跟你说谢谢的。 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属于球队经理的特别服务哦，所以我是专门来接你去练球的。你不是已经知道我退队的事了吗？我只知道那是你爸爸的决定，不是你的。怎么样，要去练球了吗？ 会觉得我太多事吗？当然不会啊，我反而觉得你比我爸妈更支持我的梦想。我当然支持你啊，你可是我们球队的 top one 哎。说得好，我们队上流川枫顶多跟我并列第一。那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什么事啊？你答应我，绝对。 绝对不可以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。你让我看着你，笑容里有点傻气，本来也就是。
我答应你。还有，我会让齐家宝真心接受你这个妹妹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加油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必胜高三生。